见面不能送的。我的奶奶。我刚才不是说我奶奶，你又不奶奶啊？你在讲？我就问奶奶怎么的？他刚才问我。我的奶奶。辍学打工的厂哥厂妹，每天过的都是什么生活？浙江湖州市织里镇是全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地，国内市场80%到90%的童装都来自于这个小镇。由于童装款式更新快，质量标准相对宽松，因此这里盘根生存着大量中小工坊。在这里，20多岁的年轻人是最好的劳动力，他们大部分是来自长江沿岸的农村青年，有的从16、17就在这里打工，有的是随父母兄弟而来，从早8点忙到晚上11点，每天工作13个小时，中午和下午各有1小时时间吃饭休息，按件计费，做的越多挣的越多。宿舍有且仅有1个卫生间和浴室，男女床铺只隔了1堵墙。你光叫名字不出来，你们两个玩不一起洗啊？我跟你一起洗好呗。好啊，来啊，我看你啊。来，你先脱，我回头。你们你脱呀，现在脱。好的，姐，你说话不要那么好吗？我俩一起脱好呗。2014年9月，订单激增，一批青年入方。闭塞晦暗的工厂里，一批青年聚集在一起，在缝纫机的轰鸣里唠嗑吹牛叉。反正大概已经搞过这么多遍了。我讲话你我讲话不要这个，人家人家白搞这个。茶给人家去皮。KTV 去皮。这哪个都是。除此之外，他们最常见的休闲方式是和小女孩打情骂俏，肆无忌惮互相配对，掐来掐去打情骂俏，喜欢她就欺负她，然后硬着头皮抛出橄榄枝，只要你跟我好，我就给你买苹果手机。与买车买房买奢侈品包包相比，这一刻买苹果手机的心愿倒显得如此踏实与靠谱。他们会买吗？不重要，女孩听了高兴就够了。即便郎有情妾无意被女孩拒绝了，男孩们一般也不会太伤心，因为他们只是试探一下，万一对面的女孩真的看过来了呢？没看过来也不要紧，很快他们就会有下一个目标。我不喜欢你，你要高兴回来。我喜欢你，你求求，你喜欢我，喜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两个，你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在一起两个。几个月前，这群男女还是陌生人，几天后他们就走到了一起，喝着娃哈哈，幻想甜蜜的婚后生活，偷尝禁果，郎情妾意，更新换代，再次配对。几个月后，女人意外怀孕，女方父母怒气冲冲从老家赶来商量结婚事宜，希望男方可以入赘，如果不同意那就找个医院做手术彻底断干净。不料人男方连彩礼都不愿意出，耀武扬威，底气十足。我不去，反正我不着急。工厂老板听了十分无奈，一边打抱不平，一边劝导女方完成订单再走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你要送回去就送回去，反正耽误的是你的。但是我一句话，这一点货做完你送回去，不要哭啊。这个小孩搞掉嘛，也就当被狗咬了一口，还咬回两口，就这样想的。看不看不了，这个小子。你哭的就是你的，你不要笑哎，啊，男的是个个都是大爷。完成工单后，女孩随父母回了家，结婚仪式不了了之，工厂重新归于平淡。青春在繁杂劳动和恋爱冲突之间来回奔跑，恋爱和挣钱成了他们每天必要的消遣。和其他的恋爱脑不同，小伟是个事业脑，专业能力强，干活麻利，脾气相对于他人来说也大了一些，身上总带着一股子年轻人的桀骜不驯。初来乍到，小伟手脚极快，一顿爆踩缝纫机迅速完成工单，转头和作坊里的情侣师奶嬉笑打闹。我见面不能送的。我的奶奶。我刚才不是说我奶奶，你又不奶奶啊？你在讲？我就问奶奶怎么的？他刚才问我。我的奶奶。小的时候就定过。昨天，小伟在工作时意外被情侣扔过来的线筒砸到，情急之下，他抄起剪刀与不远处的两人对战，眼瞅着骂人不解气，小伟拿出手机试图摇人，母亲一顿好说歹说，这才放下。这时的他敏感尖锐，在工厂里显得有点突兀和危险。很快，一个季度过去，老板结算工资，辛辛苦苦几百天，到手只有3.5毛，小伟十分不满。
拿自己像机器一样飞快做工的双手和多年来的经验作为筹码，代表工人与作坊经理进行薪资谈判，试图解决劳资纠纷。但作为剥削环境中的底层人物，他几乎没有话语权。或许是意识到了这点，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小伟逐渐被磨平棱角。他不知道自己一天能挣多少钱，只知道每天不停地争取时间，尽可能完成更多件数。很快冬去春来，原来的工友当上了老板，小伟跳槽过去继续打工。本以为是生命的转折点，不料是工资的骨折点。料子难做，单价极低，老板似乎清楚这帮年轻人不会轻易扔掉眼前的饭碗，把工资一压再压。工人为了多挣一毛钱，软磨硬泡半小时。你说路费300就300，然后工价按1块1算，全部也按1块1算，也不说1块2、1块1了，1块了。我们这样你看行不行？行的话我们就接。我还不问过他们同不同意，这是我自己拿的主张。如果接了，如果他们高不高兴，我还不知道他们高不高兴。你们高兴，我不高兴。要算都是一个价钱。与之前的锋芒毕露不同，小伟低调中又带了些许无奈。听着作坊里的工人们抱怨着工钱少，他只能在拿钱时跟着嘟囔一句：靠，就是5块钱，再补5块钱，也凑个100不上了。该多少就多少。与其说这里是工厂，不如说它更像一个拥有完整生态系统的乌托邦。运转模式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金融模式，而是更接近于传统的人情社会。大家不签合同，主打一个相互信任。价格不透明，量化不合理，与老板讨价还价堪比虎口夺食。人们都说哪里有剥削，哪里就有反抗，但在这种关系里，反抗往往不会成功。面对更加复杂的困境，厂哥厂妹少了些年少轻狂的锋芒，除了硬着头皮接受命运的碾压，别无他法。他们憧憬着奇迹，始终望不到未来，只能将音乐放到最大，一个劲儿的踩缝纫机。又是一年纺织春季结束，小伟和好友干完上半年返回家乡休息一个月，看着透亮的窗户，屋外的田野，男人感觉十分自在。或许他也曾在这个家里梦想过什么。春天来了，渺小且蓬勃的生命再一次发了芽。